咁我都想講一講我近排有一啲對網台嘅睇法。咁我成日都希望咧，即係如果大家由跟開我由低俗頻道一直到而家嘅 MIHK 咧，好多人都會覺得咧，我做咗嘅節目咧係冇以前咁粗鄙啊。嚇即係亦都唔會有以前咁點樣講好啦，即係比較係低俗啲啊，哗眾取寵式嘅形式啊，又或者多啲靚女啊，娛樂性可能會豐富啲啊，又或者當中裏面啲屎尿屁啊，或者粗口爛舌啊、淫賤嘢會比較係多啲。咁而家我越嚟越淨化咗，咁啊點解會有呢個咁嘅改變呢？咁其實我諗都係時候同大家去改變。其實主要有幾個原因，第一。就是我答應過我自己咧，即係等我女咧喺18歲之前咧，我盡量係減少做依啲咁嘅節目嚇。無論我自己會喺個節目裏邊會出現啦，又或者係依啲嘅節目裏邊嘅內容嗰方面咧，我都盡量希望咧可以越嚟越乾淨。咁啊，畢竟啦，即係我唔希望佢有一個錯覺，又係佢老豆係一個咁嘅撲街仔啦，係嘛？咁其實另外有一樣嘢就係喺個。原本的目的就是希望用一些比較是易容易有 controversial 啦，同埋容易爆破點啦，容易 draw 到大家 attention 啦，有多啲嘅可能踩緊鋼線嘅題材咧，令到大家注意個頻道。咁而我原本的目的就是當多咗人之後咧，然後再喺裏邊咧再滲翻一啲嘅本土嘅色彩啊、本土嘅 topic 啊，或者一啲嘅哲理啲啊，或者係一啲嘅高少少、深少少嘅一啲嘅題材落翻落去咧，就是、令到咧依扎 audience 咧係可以轉型咧，係提升佢哋嘅品味。咁依係其中一個原因。咁另外一個原因咧，就係始終我背後亦都有啲 stakeholders， 就係希望咧，我哋將 MHK 嘅 branding 咧係提高啲提高到一個地步咧，係可以容易啲入屋啦，容易啲 advertiser 垂青啦，容易啲係可以將來我個 branding establish 之後有多啲嘅融資啊，或者有一啲嘅唔同嘅 business 嘅 venture 嘅活動可以做到得到啦。希望做大做好個 brand， 佢就脱離咗嗰種嘅比較係 niche 啲啊，同埋係粗鄙啲嗰種文化。咁啊，依係第二個原因。咁啊，第三個原因咧，咁我其實咧好感恩嘅一樣嘢咧，我唔多唔少啊，同翁小姐做咗佛門警訊之後啦，咁再加上我自己本身咧，喺近依年裏邊，我 participate 多咗喺一啲嘅天主教嘅彌撒活動嘅直播。唔多唔少咧，我對一啲宗教嘅嘢咯，開始好有興趣。我會覺得有好多嘅做人嘅道理啊，人生嘅智慧啊，喺各方面嘅嘢，同埋最緊要就係修身，將你自己修練啊，同埋將你自己去提升啊，無論個生命裏面你點將去營造你嘅生命啦，點樣將你嘅生命裏面係再提升去另一個 level， 令你生命活得精彩啲，同埋有意義啲。咁呢方面係對我有啲唔同嘅啟發，咁我亦都會好明白到一個道理咧。喺過往嘅用一個比較低俗啊、粗鄙啊，或者係漫罵嘅節目形式嘅時期咧，我會吸咗有一堆嘅 audience 翻嚟咧，而呢啲 audience 到最後咧，對個台啊、對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啊、對我哋嘅整體嘅方向啊、形象嗰方面咧，原來係會有負面嘅影響。咁呢個道理其實就係、是原來你自己本身是什麼的人，你就會招惹了一些什麼的人回來，物以類聚，還有就是你是什麼類型的人呢，你就吸回什麼類型不同的人回來。那有了這些成分的時候呢，你會吸了一群網友又好，或者對你有主打主意的人回來呢，令到你有很多的麻煩呢是跟著你 as a bundle as a package咁你跟住你會嘥咗你好多嘅人生嘅 energy 啦、精力啦、情緒嘅改變啦、勞氣啦、無厘頭嘢啲一啲嘅唔開心嘅事返嚟啦，咁樣。咁呢一方面呢，即係我會覺得喔、原來真係會有咁嘅問題出嚟。咁我所以呢喺近呢一兩年呢，咁大家如果有跟開嘅呢，就知道呢我盡量將我節目嗰、那個通常 manner 同埋我哋嘅類型，我哋節目嘅內容嘅性質係偏咗去另外一邊咧，比較係乾淨啲嘅版本。
咁喺依方面裏面咧，當然會有一扎人就嫌我哋冇女啊，啊冇大波啊，冇波啦嚇，冇粗皮啊，冇鹹濕嘢啊，離棄咗我哋。亦都對我哋嘅viewership 嘅人數或者舊嘅一啲嘅觀眾，中意呢類型觀眾啊離開咗或者冇睇到又好。咁但係同時之間咧，我哋都招惹咗一啲比較係高質量啲嘅 audience 翻嚟，比較善良啲啦。對人生道理啊，或者知識嗰方面比較渴求啲啦，有文有路啲啦，唔會聊事鬥非啊，唔喜歡嚇喺網上面嚇搞搞震啊，冇幫襯啊，或者亦都將一啲網台寄生蟲踢走曬，咁係乾淨咗。咁而依幾年咧，依一兩年，特別依一兩年咧，我覺得喺個我哋嘅台嘅生態裏面咧，係的而且確咧係舒服啲同埋健康啲。而我哋嘅網友見到面啊，開心啊，亦都互相有交流啊，依一樣嘢咧係見得到。咁所以我就覺得，與其繼續行一條咁嘅膚淺啊，或者係低俗啊，或者係一啲嘅鹹鹹濕濕嘅方向嘅嘢咧，我而家行翻依條路咧，無論對我自己嘅成長，同埋我希望可以吸引一啲乜嘢類型嘅觀眾咧，係我揀依條路咧係正確嘅。咁但係當然啦。你唔行一條咁 mass 咁屎尿屁咁粗俗嘅路線嘅人咧，你會離棄咗好多嘅 audience， 而的而且確對個收入啊、subscription 啊或者各方面咧，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嘅 viewership 啊，都會有一定影響。咁依個係希望我哋可以係承受得到嘅一種嘅挑戰啦，亦都係希望咧做翻一個比較係健康啲嘅品牌。咁啊，坊間嘅其他嘅網台可以鍾意用大波妹又好，鹹濕小尿屁又好，叫雞又好，依樣嗰樣又好，咁啊，你哋喜歡去做啦。咁我呢條路呢，我已經唔係我想揀嘅一條路。喂，你都係瞓低好啲喎，佢過嚟啊，係啊，佢咁樣可以舐到你喎，係啊，佢幫你係咯，吹緊啦喎，竟然。冇好靚噶，真係啱啱我見嗰個女優啊嘛，佢爬過嚟噶啦，唔好啦，佢爬緊過嚟，掂到啦，掂到啦，掂到啦 ，OK 啊 ，OK 啊，係啊，哇，佢真係好專業喎、啊。但係佢係日本，譬如話佢真係出嚟，我唔係話唔單止 AV 女優啊，譬如話佢一個普通女仔去做性工作者啦。咁但係你外國人係嫖唔到嘅喎，有呢個問題喎。你知啊？佢你介紹得唔得？如果係都唔得嘅喎，佢哋好堅持。佢點解地女優學本地女仔學 AV 女優？本地嘅姐仔跟住係提升佢哋啲技術。所以我都建議你咧，都係幫襯翻本地啦。嚇、啊！即係睇片學技術係真㗎。撐下本地啲即係本地小鋪啦，幾好係咪？即係啲租金都好貴㗎嘛。即係撐本港係啊，撐香港。人哋又係好專業咁去專業呢個技術喎。